哎呦，后江的满色兄弟们，这个啊，这个不能拍，不能拍的。塑料啊，还是得玩小后江啊，磨弯机。对呀。嗯，色正呢、啊，是吧？这个多少钱，龙哥？那个八万。八万。嗯。总好。哇，这个也是。嗯。一样，这两个是一样价。一样价。嗯。哇塞。小后江，给点点，谢光啊！这种漂亮，这种正宗的木纳包浆的。我操，兄弟们，那真的很有那种玻璃质感了，有点。是的嘛，完完全全的玻璃质感，这种小包浆皮太舒服了，兄弟们，是吧？看这里，这多少钱，龙哥？这个35。35。嗯。真正的高种高色，这种我们讲的有点行家的料子啊，嗯，还是在行内流转啊。对，所以说兄弟们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啊？就是说其实很多雀友玩翡翠的认知是不够的啊，就是人家看的就大家能都同行，我们行内人都能看得上的东西他看不上，是吧？而且还嫌贵。哎，我们看不上的东西他喜欢，那不踩坑谁踩坑嘛，是吧？不过玩翡翠这个东西确实，兄弟们，很多老翠友应该知道啊，都会交一些学费，是吧？多多少少，对吧？毕竟就是说你不亲自上手去摸去玩，这东西是给你带不来任何的经验的。你看视频看两年都没用，啊、嗯，这个啥玩意儿、啊，王哥？这个塞在这里，嗯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他妈扔在路边是吧？我还踢他一脚，真的。这应该就是陈老那种哎，在缅甸矿区撒泡尿才能找到的料子，扔在路边没人要。这种东西就有可玩性，是吧？有可玩性。不过它带来的一个薄性也非常非常大。嗯，你看像这种料子，它属于正常的磨弯机了，兄弟们。看这个蜡皮，看没有？都黑蜡皮，黑蜡壳。它这边的芒色带这边很紧的一个质感啊，有油性，然后压灯上去色非常辣，是吧？我们讲正经的这种黑石头的这种色，辣色，辣绿色，这边都是芒，这边就搏它的色进去多深多宽了，兄弟们。就是我们讲的，你使劲想啊，就是它的空间撇开，哇塞，满绿的，那就发财了啊！但也有可能切开。乌漆嘛黑啊，膏药这一点，哎，就膏药这一点点色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但是其实我们作为行内人，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料子值得去搏，什么样的料子我们看了都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没必要去切，是吧？那翠友们，你们应该也要去学到这一点。当然，问题就来了啊，那这个料子到底值不值得去切，是吧？我觉得还是值得的，因为首先它价格不高。是吧？它磨弯机正常口的磨弯机，虽然说它机会很小很渺茫，但是真正喜欢色的，喜欢磨弯机色料的，我觉得这个料子是值得去切的。换作我个人来说，我也愿意去切，我也可以切的料子，懂我意思吧？就看价格了。嗯。哎呦喂，这也是，这个也是木纳啊。周杰伦看过了。这也是木纳。周杰伦看过，写那个杰字吗？挺会呀、啊、你。来，周深很好。开窗了。像这种料子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呢需要去搏一个手镯啊。这料子我敢说肯定不便宜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料子它不变种。木纳料子呢，大概分为两个类型啊。那第一类就是，三类吧，大概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这种。啊，就说我们讲的包浆皮，这个也是属于包浆皮，是吧？啊，那还有一类，就是说大压灯没有什么表现，它是有雾层的，啊，雾层越厚，它内化越好。那这个料子呢，压灯它没有起包浆，也没有很厚的一个雾层，是吧？这种料子兄弟们，它雾层很薄，它已经整个熟了。这种底子的手镯，底妆的手镯，兄弟们已经是中六位数，知道吧？这个料子你说这边啊，就皮纹也还是有一点啊，它这边面是吧，手镯的机会还大。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我挺喜欢的，说实话。这个60。60。嗯，是吧？就是说这种料子啊，兄弟们，就是很
需要我们去搏了啊，就看能不能搏得出手镯，知道吧？那煮水的话真的好，这种一条手镯就起码也打底也是五六十万，要的，嗯，是吧？真正的飘花，我们讲的冰杠位啊，这种蓝杠位是吧？这种娇润的感觉，珠光宝气的感觉完全出来了。就是搏一个裂了，主要还是搏一个裂，只是搏其他的没有。但是你说真正我们讲的小精品是吧？一些小的料子啊，你比如说这种，干好了。对。这种兄弟们虽然小，哇塞，那个品质的话真的也高。这种东西呢也一样的，其实很多网络的一些脆友啊，其实大家也是看不太懂这种料子。这么小一坨啊，十多万，是吧？这么小一坨，哇，几万块钱，我接受不了，是吧？我还是愿意几万块钱买一坨大的，我去切，我去玩，它有更大的空间，它有更多的运用，啊！但是其实往往就是玩翡翠啊，小 J 经常讲，玩的呢，兄弟们是质量，不是数量。其实主要还是看中这块木纳的包浆皮，包浆色。哎呦，这个是没擦窗啊，兄弟们，这个。没擦窗，有什么？有空间。虽然是断口，但是已经完全的老到起包浆。木纳，我们讲的有色必净，这种色是稳稳净。蜡绿色，这个料子有手镯味啊，兄弟们，挺完整的。木纳料子裂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。这边这种包浆包的，如果只有这一边，那其实兄弟们，这个料子是有点难剥的啊，就有点膏药色的感觉。但是它贯穿到另一面来了，懂我意思吧？这色，这就恐怖了，这就恐怖了，是吧？王哥，嗯，这个多少钱？好好说啊。这个三十。三十呢？嗯，那么好的东西呢，你看一下。来个金金啊！嗯。金金价来一个，王哥。金金价。啊。金金价也要过二十呢。要过二十。嗯，对。十八嘛，我拿走。十八不行，这个。你看一下，十八这种一块牌子也不值十八，这还有手镯呢，这那那还说不准的嘛，我的哥。谁叫不二十呢？我们本钱都差不多不二十了，这个。本钱都差不多不二十，就二十左右嘛，是吧？嗯，对呀、啊，那我们也要赚一点点嘛。哎呀，我哥，怎么样子不赚钱了，好吧？二十，不多说，我拿走。什么这个不行，这个你要给兄弟赚一个喽，是的，给兄弟赚一个嘛，好吧，王哥，这个、你说兄弟也支持你，这真正的支持那么多年，你要让我赚一点点，赚一点点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你不要非得这个料子赚，知道吧，大哥？你再加一点，哎呀，让大哥也赚一点点，二十一，好吧，赚一点，赚一点。行吧，哎呀，你这不一分不赚，我确实也不好意思。但是我的意思呢，确实是想给你不赚这个料子啊。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是吧，兄弟兄弟的，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木纳的一个包浆皮啊，这料子有手镯味，薄手镯的一个料子啊，木纳料子还是稳啊，兄弟们，这种东西是吧，随随便便，其实实物更舒服啊，这个料子，看到没有，木纳的包浆，再加上这个色的加持。就舒服了，啊，21，啊，感谢我王哥，感谢王总啊，大力支持。下放一下，那个色料怎么说？今天拿过来了吗？拿过来的。嗯，那我们等一下吧。嗯，等一下。嗯，兄弟们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后浆的满色料子啊，多重啊，王哥？2.8公斤，算比较大的了啊。一个后浆的满色料子，等一下我们要跟王哥谈一下，时间关系，兄弟们，我们就先记录到这里，这好吧？这个也是后浆的，这个色花呀，嗯，这个是色花一点，这种贵吗？倒不贵噶，嗯，这不贵呀、啊，也就几万块，这种太低摸了，啊，这个也是、哦，这个才叫灯泡嘛，是吧？嗯，我们等一下要谈一下那个后浆的料子，兄弟们，要假如说时间关系。短的话我们再记录啊，嗯，好，好吧，嗯，那就暂时记录到这儿，对，暂时记录到这儿，啊，好 ，later。但是这个好到了，哦，今天看2.8公斤啊，对，猛货、啊、这个是，哇，哎呦，后浆的满色，兄弟们，拍呀、啊、这个，啊，这个不能拍、啊，不能拍的，啊，不能拍啊，王哥，对，新货是吧？对，这个是新货，你要卖多少钱、啊？
这个差不多两百多呢。两百多啊！哦妈的，兄弟们，哇，真的蛮色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个毕竟是新货啊，王哥这边那我们就不拍了啊，不拍了，兄弟们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暂且先记录到这里啊。想看更多高货的啊，记得持续关注小智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